只要一辆黄金玛莎就能摇穿全地图，这也太酷了吧！一起来看今天的投稿视频。装牛魔的含金量吗？明明都已经被击倒在地，结果硬是开出了二技能，两脚尖尖犹如利剑，太顶级了。本说每个年级两班的班主任是年级最温柔的。耶，你别说还真是啊，我上学那会儿每个老师都是作业拉满，唯独只有二班的班主任能给兄弟一点喘息之机。你们遇到的也是这样吗？看下一条。精准。这作者真有点东西吧，你要说他车技不好吧，他能把车开进去，你要说他车技好吧，又多少带点牵强。不过下面这位就很多了，给他一辆黄金玛莎直接就能摇穿全场。上线呢，投稿的同学想知道这个能钓鱼的场景在哪儿？体验服刚上不久的新版特训岛啊，沿着任务提示获取鱼竿就能到沙滩边钓鱼了。由于这次更新的地图过于庞大，小王在此就不多剧透了，等上线的时候大家再一一体验吧。